我之前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然后过来2010年过来在巴黎第四大学骚蹦读法国文学硕士，现在在读法国文学的博士。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稍微回顾一些，因为今天其实有很多，当然张天然和麦克一直都，还有包括那个马军也听过之前关于董仲舒的那一期。那我这个系列讲座其实这已经是倒数第二期了，就是说我做的是一个从儒家的视野下对中国整个思想史文化史的一种回顾和关照，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文化，如果说道家和佛家它有一定的作用的话，儒家始终是它一个最根本性的一种主体性的东西，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包括整个的士人的士大夫，就是中国古代的士大夫的这种为官的心态上面，它都是一种根本性的这样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文化性格。所以我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展开我这样的一个，一共应该是最后应该是有七次，这是第六次是吧？一共有七次的整个这样一个中国文化史的，我靠，太夸张了吧！你们要干什么？那么我之前我稍微回顾一下，因为今天已经是第六次了，那我稍微回顾一下之前我已经讲过的内容，可能跟今天的也会有一点点关系。那么我第一讲的内容讲的是一个在孔子之前的，也就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人文的精神的诞生，也就是在周公的时代，在西周初期。那么，在这个从商，大家知道从纣王的那个时代，从商到周之间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中，那么在中国在商代的时候，那样一个非常注重宗教祭祀的那样一种气氛，逐渐的被周朝的一种敬天明德的这样一种新的一种精神状况所在一定程度上或进行了替代。那么也就是一个人的世界的开始的出现，也就是说，在周朝的话，神或者说当时的天或者说上帝的这样的一种概念开始快速的下降，而一个人的一个概念开始上升。那也这个整个的也就为这个在春秋的时代，这500多年以后，孔子的出现才做好了准备。那么我第二讲就是去讲具体的孔子作为一个任何意义上的儒家的这样的一个最关键性的这样一个创始人也好，或者说在他的那个其实也不能叫创始人，但他在那个儒家后来的那个历史序列上的一个最关键性的人物，也就是尧舜禹、周孔这样子。就是尧舜禹是儒家想象世界中的这个古代的明君，那么然后是周公，然后是孔子，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序列。那么这个孔子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我想我那一讲主要讲的就是一个孔子思想的核心，也就是那个人字，单人旁加两横的这个人字。那孔子说：“我欲人斯人至矣，为人由己，岂由人乎哉？”这样的整个的这个人在孔子这个世界里，它是一种什么意思？以及从这个字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孔子的那样的一个所谓的心善。孔子并没有明确提出人性就是善的，这还要等到再500年以后孟子去提。但是孔子已经很明确地去讲到了一个人心是善的，所以我欲人斯人至矣，为人由我，岂由人乎哉？就是说，人他是人这个单人旁这个两横的这个人的这样一种人的这种，你可以说称之为人的一种伦理道德的一种意识，它是没关系，你吃，它是内在于人的我们自己人的本性之中的，所以它是从内会是自己的，只要我们加以培养的话，它是会生发起来的，而这个东西不是外来的，这个不是用孟子的话说，不是由外利我的，那个金字旁一个音乐的乐，就是不是从外面焊在你身上的，它是从你自己身里面长出来的。所以我的第二讲就是讲孔子的这样一个人的思想。那么第三讲接着就是讲孟子，也就是所谓的亚圣。那孔子是如果说叫大圣的话，那么孟子是亚圣。那么孟子他的这样一个性善论的提出，因为这是其实是一个孟子，当然是就从学问的传承上，他比孔子晚了，已经到战国时期了。那他是子思的还是曾子的再传多少代的弟子？也就是说，他是在这个中国古代这个儒家讲这个家法与师法的这个渊源的传承上，他是孔门的。有人，是，欢迎。
它是孔门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体系下面所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他从孔子那些《论语》里面最基本的，因为我还要强调点，就是孔子他的《论语》，我相信大家都看过，或者看过其中一些，我们小时候都学过什么“学而时习之”之类的。那么孔好像有人，我去看一下，你去。那么孔子他并不喜欢去讲，去像古代同时期的，比如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他去讲世界的根本性的终极是什么。孔子他强调的是一个实践性的东西，他非常强调一个概念叫做人之方。你们如果去看重新看《论语》的话，你会看到非常多的地方，孔子他的学生去问他什么是人，单人旁的这个加两个人是什么，但是孔子并不回答他，他只是告诉你人之方是什么，也就是说去实践的方法是什么。也就是说儒家在根本上一开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以实践为根本性的这样的一种学问，是要你自己去躬行的，去实践的。然后到了孟子的时代，那么孟子他又就在这个孔子只是讲人之方的这个基础上，他要稍微提炼起一些东西来。那么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性善论，所谓四端，仁义礼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那么人和禽兽的区别只有那么一点点，但就是在那一点点里面，他说有四端，就是仁义礼智，修武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什么什么之心人皆有之，然后修武之心人之端也，理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等等等等。他说有四个端，他强调是这个端，也就是说从这个端里面有可能培养出你最后的一个所谓的儒家所想象的那样一个所谓的君子也好，圣人也好，都是从这个端里面出来的。而这个端其实只是很小的一个东西，但是所以要养要学。所以孟子这本书里面会看到，孟子他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那这个气是要去养的，你这个学问也是要去养的，整个的就是你整个的做人，你的这个人格性你是要去养的，因为这样才能保护你的这个端，去保护你那个跟禽兽相遇的那个几息的那个东西。那么这就是前三讲，其实我就去介绍了一下这个所谓的经典的传统的儒家文本的这种从周公开始到孔子到孟子这样一个先秦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也是后世整个中国历史上说起儒家的一个经典性的典籍，或者说人物他们是这种思想。那么第四次讲座我就是讲的汉代，也就是上次那个马军过来听的那一次，那么讲的是这个董仲舒。那么我为什么要讲他，其实他儒家中国后整个后世的儒家思想真正的跟政治的结合，那么是在董仲舒的手上完成的。当然这也有他的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就是在整个的先秦时代中，就其实你看就像看这个地图一样的，在先秦的时候整个的中国的版图是好几个国家，甚至在春秋的时候那是更多的国家分开来的，每个都有他自己的宫，当然有一个所谓的皇帝，有一个天子，但那个这种封建制的这种状况下面，他的这种控制关系是非常的弱的。但是一直要到了汉代，也就是通过秦始皇，但是秦朝是一个以法家治国的一个朝代，而且它非常的短。那么大家都知道的李斯啊什么之类的，它都是法家。那是到了汉代，汉代的皇帝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空间里面，他控制这个国家，同时他意识到以法家治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从某种角度上说，帝王选择了儒家。那么儒家董仲舒他也面临着这样一个机遇，就是董仲舒可能是历史上真正有机会这样面对面的跟帝王讲教皇帝做人道理的这样的思想家不多的几个。那么他把这个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天人合一的概念，其实从根本上是为这个整个的一个政权它的一个合法性，它去找一个根基础。就跟在欧洲你要讲这个在政教分离之前，那么君权神授，这个天人合一从根本上是这样的一种学说。但是我那一讲我强调的是，董仲舒在设计这个学说的时候，他并不是单纯的说去给帝王跪舔，
去这个以此来谋求权利，他不是这样子的。他在他的这个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学理论体系里面，给帝王的权力设置了一个其实非常微妙的一个障碍，一个陷阱。也就是说，他那句话，我当时把那句话用来选择我那一讲题目，叫做“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就他表面上说我们都要追随这个君主，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规则要有。但同时你作为君王，你也有一个东西要去追随，就是天。所以有一个东西叫做天道，那这个天道是高于君主的，所以君主只能叫做天子。那么你要去追随天道，那么天道又是被谁来解释的？那么其实董仲舒蕴含了一个，就是儒生他是在解释天道的人，也就是后来的整个的士大夫的一种精神气质里面，为什么士大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应该一直到元代之前，今天讲到宋代，马上我们也会看到士大夫是敢于跟，其实是敢于跟这个皇帝争辩的，就是因为士大夫有这样一种心情，就是你是天子没错，但是我是秉承天道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上，我们起码是平等的。然后董仲舒所以设计了这样的一系列的东西，他试图给所谓的这种 monarchy absolute 这种绝对君权它加以限制，但是毫无疑问的，在一个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它的这样的一种限制它没有得到发挥，但是不能因此就是说它就是绝对，就是说整个后来的这个儒家的这个政治和这个儒家文化结合的就是什么罪魁祸首这样的一种道德判断，我个人觉得要，如果你要下的话，需要是非常谨慎的。因为其实董仲舒本人从他的出发点，从他的初衷出发，他并不是那样想的。那么这一讲其实是一个穿插，就是说，因为我认为确实儒家讲中国儒家，你不谈政治，这本身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在最开始的地方去梳理他的一种跟政治的关系，我觉得还是可以看清楚很多后来他的发展的一些路数的。那么下一讲的话，就随着时间就到了魏晋时候。那么所谓的魏晋风度，那么我们都觉得魏晋的时候，因为从汉代开始，这个印度的佛教就传往中国开始传了，然后到魏晋的时候呢，像鸠摩罗什啊、慧远啊，很多这个很多著名的和尚，以及在清谈中他们占据的那样的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佛老的思想那已经是广泛的开始传播起来了。那所以我们总是在想到魏晋风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是一个佛家和就是禅宗的思想和道家的思想、黄老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其实我当时讲的这个竹林七贤，那么不管是嵇康也好、阮籍也好，我要去告诉大家的一点就是说，在魏晋这种魏晋风度的底下，在他的这个骨子里面，他是有一种儒家的那种入世的精神在后面支撑着的。当这种入世的精神，他没有办法在这个乱世，因为当时魏晋大家应该知道的，包括后来的三国等等，这是一个战乱时代。那么这种儒家的入世精神它没有办法支撑你的时候，人不得不寻找一种逃离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但这种态度其实是非常无奈的，就是从阮籍的，或者说尤其是阮籍这穷途之哭，大家知道他驾着个马车，然后他也不驾马，他就坐在马车上面，牛车上面，然后就让牛自己在路上走，走到没有路了大哭一场回来。在这样的一种行为里面，如果你体察不到一种儒家的那种入世的对这种人世间的这种情怀的话，那简直就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包括阮籍的咏怀诗80首，那其实里面很多都是要从一个儒家的思想的一种角度去考量，你才会发现原来他是依然饱含着对这种人间，或者说对这个世事的一种关怀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说在魏晋时代的话，儒家思想它依然有它的一种非常潜在的一种重要性在那里。当然黄老还有这个禅宗的世事的书，那重要性肯定是在那里的，但这也不是我的整个的这个系列讲座的一个重心，所以我稍微谈了一点。那么这就是前面的五讲组在唐没有唐代，那么今天的话就是过渡到了现在，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样的一个宋代的一个理学。我们今天一般说理学，其实也是儒学的一个部分，也是一种发展，一个
一种发展应该是这样去。那么为什么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宋代为什么要跳过唐代去直接来讲宋代？因为就是说儒家思想整个的在唐代它的流传，它的这个影响力，它的威望，或者说如果相比于汉代的话，相比那个大一统的那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的话，那么在唐代儒学的地位是比较被压抑的，所以才会有一个人叫做韩愈，他在晚唐的时候提出要搞古文运动。所以搞古文运动其实是重新去读所谓的古代经典，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儒家经典，所以这是一个重新提出古文运动，然后到了宋代。那么一方面是这个科举体系的成熟，那么其实在唐代已经修了十三经，孔颖达修了十三经，但是在宋代的话，整个的这个儒学重新被跟这个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跟政治的结合，它的重要性逐渐被提升。但同时为什么会有理学的出现，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可能是在中国整个的思想史历史上，在儒家的思想史历史上最有思辨性最抽象的一种理论体系的提出，在这个时代，那其实从根本上它是受到了这个黄老的学问、道家的学问、释释就是这个释迦牟尼的学问、禅宗的学问的一种冲击。那么我们知道，我刚才说了，孔子的学问从根本上是一种实践的东西，而这种是，所以他在讲什么是人的时候，他讲的非常的少，他只是讲我们应该怎样去做。那么孟子也不，尽管他提出了一些相对来说性善等等这些观念，可是大家去看孟子的书也会知道的，孟子的辩论方法是非常牵强的，是以这个不是那么有逻辑性的，最后落实到最后还是去讲实践。那么这始终是一种在世的一种实践的学问。可是面对着这个道家，就是老子，如果大家看过的话，那很玄，很妙，或者说，如是这个禅宗也是。那么这就在理论上对这个学术对儒家产生了一种挑战。你有没有办法讲出一些玄妙的东西？否则的话，显得在那个高度上你跟不上了。所以宋代的这些大儒们，他要在这样的一个层次上，他要在这个形而上的层次上，他对这两门学问，就是道家和释家，他要做回应。那么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内在动力，就是我要回应这个东西。然后同时的话，宋代人他对文本的考据他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那个曾经的微言大义。我在讲孔子讲春秋的时候曾经讲过这个东西，什么叫做微言大义，也就是说孔子，如果大家读过春秋的话，孔子他写书这本春秋他写的特别有意思，他想褒贬一个君主或者一个人做事对不对的时候，他并不是直接的去下很明确的道德判断的，他就用一个字，比如说一个什么公侯避于什么什么地方，他就其实就是死了，但死有很多的字可以去写，可是他用了一个避，那么这就表明这个人生前肯定看过什么亏心事情，所以孔子用了这样一个动词，就是认为这个人是有问题的，所以他用了这样一个比较 negative 的一个死的动词。那这就是微，简单的说，最简单的说，这就叫做微言大义。然后这个《汉书艺文志》里面说，这个孔子丧而微言绝，七十子墨而大义乖，微言大义失传了。那么汉代，我来读一段话，是那个宋元学案里面的一个，就是在应该是宋元学案应该是清初的时候编的一个宋代和元代的时候的这些学者的这些事情。那么它里面说了这样一段话：孔孟之后，汉儒只有传经之学，信道微言之绝久矣。就是说宋代的学者是看不起汉代的学者的，他认为汉，因为我们知道汉代的东西叫做经学，经学是什么东西，就是著书，就是比如说我论语过来了，我现在要著这个论语，解释它繁杂的解法，当然当时又有汉代的时候又有它的这个阴阳五行的学说，所以再去解比如说易经的时候，它有非常庞大的一个系统，非常的琐，应该说非常琐，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看起来就觉得非常啰嗦，就是汉代经学。那么宋代人就认为你在这样解释这个文本的时候，
你从根本上就把它里面最后那个最精细的最微妙的东西给忘记了，你就完全投身在它那个文字的那个海洋里面。